哎，口水擦一擦。队长，队长说让您开车带我去复查一下，顺便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军。哪有人走呢？不是没有，队长，队长，你要我拿着给他。真客气，不是，队长，队长，我刚才没看，我真的没看。选一选，真的没看。队长，我是给您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，队长，队长，这这这，我先放衣服里了。队长，这眼睛的粘上来了，你还真是饱含不知恶寒的基因啊！我这巴不得有父母替我长了肿瘤，大事儿，那你倒好，搞得自己他妈手伸如意的唐僧似的，干嘛呀？我这不喜欢，你不喜欢什么呀？ 干嘛呀？天天一堆照片，看照片，相亲，俗。你就直说那照片上的姑娘不如你的眼，不就行了吗？还搞这些？味道不错。太好喝了，队长，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糖，队长，你做的真好。走。队长，突然想起来，班里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杨部长。嗯。 其实你挺好的，越来越觉得生死关头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怕，还挺安心的。谁在你身边？那个天勇和肖东在我旁边，我看看他会不会再说话。喂。 你下一站不会那么小心了，咋办呀，副队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该怎么办？队长，等等我！